大家好，我是 Tom，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《我是收集狂》。再一个，再一个，好，请问你叫什么名字呢？我叫康文。你是参加哪个项目的量级？古典形体跟形体。古典形体跟形体，对，是哪一个量级？168减跟166减。你参加很久了吗？算还行吧，不久也不长，大概玩两年三年这样。哦，那上一次是什么时候呢？上礼拜。上哦，你是说大专杯？那有拿到名次吗？当时第三名。古典三。那当时自己觉得表现如何？我觉得没有表现好，状态没做出来。所以你觉得如果表现好，应该是拿到冠军是吗？有机会二或一这样。健美怎么没有参加传统健美？因为我觉得比传统健美的比较看起来有点太可怕了，就是我觉得我的肉量还不够，就是还没有达到那个门槛，而且我比较喜欢古典的那种优美感，传统健美看起来比较暴力的感觉。那你目前准备如何？还可以，就是等上色，然后热身上台这样。还可以，就是会拿到冠军吗？嗯，上台才知道。那你自选动作是你自己编的吗？自己编的。那你可以稍微秀一小段吗？秀一小段吗？想认识更多更好看的健美天才吗？请搜索我的粉专与频道哦。